好，世聪刚刚看到的是普丁昨天现身，今天习近平准备出门要访问俄罗斯，访问普丁。同时在国内政治新闻最终传出来呢，马英九准备访问中国，而这一个访问时间呢，蔡英文也有访问美国的行程。对，没错，最近几个这个重要的领导人或是过去的领导人要出访到海外去，形成全世界注意的焦点。在台湾来说的话，当然就是前总统马英九跟蔡英文总统要这个连续要出访，一个到美国，一个到中国去，互相的这个互相呛下的这样一个，或是说互相对决的这样一个意味。另外一个，当然今天全世界最关注就是习近平到这个莫斯科去访问，跟普丁见面。那当然这一次来说的话，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是说，他们准备了这个24号，就今天下午会单独会谈，然后会共进非正式的晚餐，然后21号明天呢会正式的这个会谈之后会发表会后声明，还有签署两份共同的文件。那这个重要文件，一个是说关于两个国家的关系进入所谓新时代的宣言，另外一个这个文件呢是会讲述俄罗斯跟中国呢到从目前为止到2030年的经济的合作的这个计划。那这一次会讨论到包括说像军事技术啦，还有能源科技领域的这个合作，还有乌克兰的冲突等等一个状况。好，那就在这个习近平要访问这个俄罗斯之前呢，其实普丁也投书到人民日报，他讲到说，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北京跟莫斯科的关系呢，质量是来到了史上的这个最高点。他对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高度的期待。他说呢，我们不怀疑说这个整会为中俄的关系会注入强大的这个动力。他说很感谢中国在整个俄乌战场上面来说扮演一个所谓的平衡的这个角色。那他也很感谢说的，也而且对这个北京的立场是感觉到相当的这个理解。他说呢，俄罗斯对于这个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的态度保持各个开放的态度。不过他提到说，只要了解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底线，俄罗斯的底线就是这个2022年并吞了4个乌克兰的地区，包括乌东的4个地区，还有克里米亚，这些要归我俄罗斯所有，这是他们谈判的底线。那我看起来的话，国外应该是不会同意这件事情了。那当然，这件事情也引起美国的注意，所以美国的拜登总统就说：“那我们就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吧。”那包括说像《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就讲得非常明白，他说其实ICC 啊，国际这个刑事法院已经把普丁列为是一个罪犯嘛，他已经犯了这个战争罪，而且是通缉他。那德国甚至都说，如果普丁来到德国境内，我就把他逮捕。所以看起来的话，这123个承认 ICC 的国家，可能就会对普丁发出所谓的通缉令。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习近平还要去见这样一个国际认证的罪犯，所以那当然就有点奇怪。所以他就说，其实中国当然是有他的盘算。中国在前一阵子促成了这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的和谈之后，他似乎使然扮演更多的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话可能很困难，而且他们很担心说，万一中国呢去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时候，恐怕会让整个俄乌战场上面会出现一个改变的这个情形。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除了持续观察普丁跟这个习近平的见面之后有什么样的会议之外，有什么样一个这个结论之外，美国目前也在持续的封杀。第一个包括说像这个 TikTok， 这个礼拜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关于 TikTok 可能被封杀的这个状况，因为美国的这个国会呢会开始作证。作证之后可能会有新的这个政策会出来。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最近也在讨论所谓的台湾的这个细盾的这个问题，可能认为说台湾呢如果真的是用豪猪的战略，可以或许可以让中国产生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台湾的后续的这个资源到底要从何而来，这都是美国目前在讨论的一个重点。好，那其实讲完了这个美中俄三个国家的这个牵动状况之外了，今天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我们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已经确定他3月27号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祭祖。那他率领这个青年团，然后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进行交流，他要访问包括说像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等这些状况。那跟他同行的包括说他办公室的一些相关的人员，还有马英九的3个姐姐一个妹妹，但是这个前第一夫人周美青不会跟他去。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会议里面来说的话，到底马英九你用什么身份去？中国目前的说法是说，这个当然根据马办就是说马英九到哪里都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这毋庸置疑。但是两岸互相不承认主权，所以呢，2015年马习会就互称对方为先生，所以这次到大陆来说的话，会用马英九先生来尊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呢，其实马英九到了2021年的5月19号的时候就已经届满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相关的这个出境的管制，他目前为止出境
不需要跟政府核可，他只要在出发前两天，还有返台后七天，跟总统府提出书面的申请就有。所以总统府方面来说，也没有可能去阻止他出访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当然对中国来说的话，这个中国今天的这个 国台办发言人就说欢迎马英九先生，所以看起来的话的确这个中国已经定调就是马英九来这个访问，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元首 前总统这样一个官衔存在。另外一个这个其实呢，因为就谈到说哎、欸、你出访的时间呢跟蔡英文总统要去美国时间好像互相的有完全巧合，当然就这个马英九官方的说法是说啊没有啦，这是纯属巧合。可是人家就有报道，就是说其实原本的马英九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才会出访，但是呢因为呢这个中国方面说提早到四月可能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其实呢，因为目前为止蔡英文要去美国访问，他用马英九到这个中国访问来说，有可能互相平衡的一个状况，但是又怕说马英九你去的话，如果跟建的太高官的层级来说，又对国民党不利，所以这次可能也不会见到习近平，也不会见到王沪宁相关的一个人士。那可是呢，他这次的会议这个行程里面来说，有非常多他就去参观什么，譬如说去南京参观什么大屠杀纪念馆，好像有点。对，这个参观很多日本就抗日之间的很多东西，所以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说，是不是要彰显说，其实马英九对于这个美国的态度，或是对日本的态度这样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个一定会引起相关的这个政治效应，所以邱毅马上就出来讲。邱毅在这个谈天论地话纵横里面就说，他说其实呢，马英九这一次去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蔡英文应该会批准他，可是其实这不需要蔡英文批准啊。他说绿媒会铺天盖地的抹黑，然后把马英九扣上所谓卖台跟投降的这个红帽子。那他说其实呢对两岸融合有利，但是可能会增大这个大选攻防的这个变数。所以他说估计朱立伦跟侯友宜是不乐见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他同时说，这个马英九过去执政的八年的时候，让错失了所谓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机会。那同时说，因为呢，美国现在把宠爱都给了蔡英文，所以他回头过来想起大陆的这个美好。那他就说他说这是马英九第一次回到大陆去，所以希望他能够到大陆好好走走这样一个状况。好，无论如何啦，我觉得马英九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敏感的时间，因为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刚好也是蔡英文要去这个美国访问。那国民党的这个前主席或者国民党的前总统，现在刚好又到中国队去，叫中国访问。所以无论如何啦，对于现阶段的国民党高层来说，你怎么样划清你跟中国的这个界限，在大选里面似乎是讲都讲不清的。